三太子呢，原本呢也是我们的神将哦，但是呢，借由创新呢的一个表演艺术哈、哦，现在呢我们电音三太子呢在庙会也非常非常夯哦，他们非常可爱的造型跟舞蹈也带动了整个庙会的气氛哦。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给我们欢迎我们的电音三太子？显示的活泼，而且呢带动的我们现场所有热闹的气氛呢，谢谢我们的电音三太子。